超级超级鲜嫩又紧实的，然后在嘴巴里面炸裂，它那个美味就是哦。它的汤只要30块，然后里面有那个小肠，还有那个猪血，这碗。不点对不起自己，大小都已经快要赶上一个小水煎包了。上面是软的，下面是酥的，然后吃下去里面又会爆汁。竹山特有的一个小吃，已经传承百年，而且它的酱料是他们是特制的，很好吃哎，好好吃哦！这件地瓜真的不可以小看它，它有色跟香，还有味都满足了所有的该有的条件的。很赞，为的欢迎回到小杂事，分享美食大小事。我是王慧，我是一群。身为一个爱拜拜的虔诚信徒，我们今天来到竹山的指南宫。对，今天又是我们的庙口系列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会去吃竹山的一些美味的小吃。这个我们下去吧 ，Go！ 我们现在在竹山的形象商圈，其实这里有蛮多知名的小吃的。这一间是竹山煎饺，它已经开了30几年了，是一家老店了。我们今天点的是一份蛋饼，然后一份煎饺。它的煎饺是单颗，虽然一颗是8块钱，虽然8块钱听起来很贵，但是因为它这么大，我觉得它的大小都已经快要赶上一个小水煎包了。好好吃，好好吃哦，然后好好吃。你看看你看，它还有内馅。感觉是高丽菜跟韭菜的混合，然后鲜味很棒，就是不会有那种油腻感。我刚刚看到做法是，他先把煎饺摆在那个锅上面，然后再用焖的把它焖熟，底下就会用煎的方式把它煎得脆脆的，然后上面会有很多口感，上面是软的，下面是酥的，然后吃下去里面又会爆汁，很好吃哎。它里面是那种菜比较多的，可是是好吃的那种。我们来吃这个蛋饼，它蛋饼看起来很酥哎。对啊，它蛋饼是酥脆的那种，这个完全就是原味哎。它是没有任何调味料的哦。没有盐巴吗？没有，感觉没有。它是靠这么原味，靠菜的香甜味来，让它蛋饼更好吃一点。我比较喜欢煎饺。我觉得来这里就点竹山煎饺就可以。好 ，OK。竹山特有的煎饺，赞。这间是竹山跟阿贵，我觉得是要叫竹仔果，果仔粉。卷仔果，卷仔果，卷仔果，都是用再来米做的，不管是外皮或者是里面的那个馅，温的会加虾米跟葱，然后素的就是真的只有米而已。它是竹山特有的一个小吃，已经传承百年。它很皮，里面是花桂，很软很软的花桂。其实我觉得口感蛮好，比我想象中好吃的。而且它的外表看起来真的没有那么的吸。对啊对啊，它看起来就有点像蚕宝宝的。白白的，里面也白白的，就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花蛤。可是它比想象中的有味道，虽然它是白的，但是它里面的料跟它的那个果的之间，感觉好像要抹一层东西，所以它是每一口的那个味道是都出得来的。它传承百年，而且它的酱料是他们是特制的，因为它里面有点像糯米，没有很特别。你可以来古法，你这个给它这个传承百年的年代感，给它5颗星。我们现在在指南宫的公社停车场，然后这边会有很多在地的小小农卖的东西，像他们卖韩吉啊，你看像番薯包有没有竹筒饭？我们的专精机，希望一年都可以运气好好发大财，赞！真真真。然后要摸一下你的身体，摸摸摸摸，可以摸好多下，这样就可以保佑我们新的一年都可以财运滚滚来。这边是拜拜的地方，拜土地公的地方，然后这边拿金子的，发财金就是在这边求。宝贝，决定你可以接到多少钱。对，这个可以投硬币进来，然后把那个它转一转，应该就是钱滚钱的意思。哦，它是要照顺序吗？摸翅膀，不用吧？摸翅膀，摸尾巴。好啊。黄的比较松，黑糖的比较 Q。哦，好。谢谢。这间叫做无名竹筒饭店，我们买了蜜地瓜。毫无关联呐。这家其实没有在我们的名单上，就是、我们就走过来，然后觉得太香了，真的好香哦。然后他们家有3种地瓜，有红地瓜、黄地瓜、黑糖地瓜。我最好吃，它很好吃，它不会太甜哎，它的那个蜜的刚刚好，它那个地瓜里面有软软的，可是它又不是软到就是空心的那种，它里面又是扎实，然后软软的，它怎么有办法又软又扎实？我的就是 Q 的，但是它的口味就是已经整个蜜进去里面，它不是只有外面裹那个糖浆，吃到后面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偏甜一点的，可能跟你的口味会差有一点差异，但我觉得它的甜对我来说是刚刚好，我觉得很棒，很好吃哎，
好好吃哦，这间地瓜真的不可以小看它。三个都吃了，我觉得红的是最松软，黄的最 Q， 黑糖的最甜。我自己最喜欢红的，我觉得红地瓜是蜜的最适中，然后口感也是最好的一个地瓜。这家是茂博香肠摊，我们今天点了三个大肠包小肠，大肠包小肠里面还有放那个酸菜、小黄瓜，然后我还另外点了一个这个叫做牧草甘蔗汁，很特别耶。牧草哎，所以会像羊一样吗？对，我现在就很像羊在吃。他说他是用新鲜的牧草榨汁哎。羊怎么叫的？魔。嗯嗯嗯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好。它的肉是有肥的，所以比较香。然后它的大肠是那种里面糯米是不会太黏的那一种，我觉得这种口感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肠衣是脆脆的，所以表示它烤工还不错，不会那种黏性很强的那一种。我喜欢它的那个肠衣的外皮，我喜欢那种脆脆的，然后里面又是软的，它是两种口感。我喜欢它的糯米。这个是个值得一吃的小品。阿拉给之路从交道下来，你就要看到大概十几二十间阿拉给。坐在车子，你就可以闻到外面有那个炭烤的味道。对，很赞。这个是竹笋香菇饭，然后它里面有虾米，然后竹笋还有香菇。刚刚送上的时候就超香的，然后我也今天吃了。它的那个饭质比较软，它要把所有食材的味道全部都炒进那个饭里面。我觉得他如果可以把饭弄得不要这么湿的话，他就是一碗100分的竹笋香菇饭。这叫乡村旺仔鸡，他有附那个鸡油跟椒盐，然后鸡油是直接沾的。如果有常吃烤鸡的人一定会知道，就是那个鸡油是精华的部分。没错，一定要沾那个鸡油。我这块是鸡胸的部分，不柴，好吃哎。它的肉真的肉汁超级超级鲜嫩又紧实的，然后鸡汁的那个滑嫩，整个在嘴巴里面。炸裂，它那个美味就是嗷嗷嗷嗷嗷嗷。然后它这个皮超脆的哦，它这个牛奶就是不油不柴，然后外皮是脆嫩的，然后不会过咸。这个鸡会让人家一口接一口。我们刚刚本来已经说很饱，但我们还是会控制不了我们的手指头。不了就食欲要开了。今天对对，大家可以来吃，赞赞。我要给牛奶鸡五颗星。总共有28个地方可以去。我也想玩，没事，耳膜会破掉哎。好像很好玩一样哎！好玩！好玩！可怕的不是坐在这里，是那个声音。不要说话，快点！哇！你越离超远，但是忍不住就往后退了。真的好玩耶！这里真的很棒，很推荐。很少看到这么用心在经营的一个地方了。这也是我意外发现的一个景点。我们今天早上出发前，我突然看到的。还真的是很突然。对。然后我想说就来吧。你是谁？我才是船长。打架打架！你为什么要跟我要的船长帽？我的衣服比较正式。他衣服就是海洋。他衣服他衣服穿的有妈的衣服，很特别。你输了，推下船，推下甲板。我们怀念他。
们再来吃的这间是竹山二 day， 它是在地人推荐给我们的哦。然后这一间它已经开了将近40年以上，它就在城隍庙的旁边。它这个第二代接手，平常是整体比较偏软的那种，它是不一样的口感。它的糯米味很香。它的鹅啊很鲜哎，那它的鹅啊是一个很大的鹅啊，但是我觉得它的皮超级清透的，它的外皮很酥脆，很好吃哎，真的很赞。它这个皮很厉害，我跟大家说，我很爱吃米糕，但我很少点到好吃的米糕，因为很多米糕都会煎的有点过油，或者是有点硬的，对，然后就不会很适中，软软的。它的大皮外面的那个酥皮是真的很赞，难怪是老店，在店都推荐老店。它萝卜糕感觉它是软软的那种萝卜糕，然后很绵密的那种口感。它好会用哦。有看到刚刚玉琴说韭菜条不好吃，那我就不吃韭菜条喽。我觉得品相很好吃的是萝卜糕、二杯，还有它的米糕、米肠，我觉得都很好吃。然后我们还要点猪血汤，我们一起来喝吧。它的汤只要30块，然后里面有那个小肠，很满的猪血，没有被它的料给吓到。这个价钱已经是，就是它就算真的不好喝，我也绝对没有第二句话了。一般来讲，外面应该会卖15块左右了。我们家隔壁好像卖65。它汤是那个淡淡的清甜，然后带一点那个酸菜的酸。好吃哦，30块加成好吃。这碗不点对不起自己。这标配赞。这碗可以点。无名红豆饼有卖萝卜、花生酥、牛奶、红豆，一个10元哦。这间是我们在路边看到的红豆饼，它好香哦！我还是看它的红豆，它其实蛮饱满，还蛮大颗的，红豆沙的口感蛮好的。它是很棒哎，它很口香，一口一口，就一下就吃掉一个红豆饼。这个是萝卜的，它那个萝卜是菜爆，那种咖一点高丽菜在里面，然后它是很甜哎，好吃哎。这个老板在卖的那个馅是不会甜腻的那一种，味道不会过重，所以你吃起来不会觉得负担很大，然后你可以一次可以买个好几颗来吃这样子。阿妈说她已经开了40几年，是一间老店了。那菜爆有咸甜咸甜的味道，很厉害。赞！台西客运里面的台西冰果室。真是台西冰果室，它的全部的东西都是竹筒，超酷的。我刚去点的时候，它如果是内用的话，它是更大的一个碗，但是我们觉得竹筒很可爱，所以我们就选了外带杯。这个可以喝完可以带走，对，吃完喝完都可以带走。而且它的冰淇淋是每天口味都不一样。哎，这个好吃呢，它的那个比较偏甜，然后有那个淡淡的海盐味道，然后那个花生粉很香哎。我觉得配着咪汤吃也很好吃，很棒。竹子的香味，然后又搭那个乌龙茶的香味，哎，到底是哪个天才？给你100分。第二件好有特色，你来竹山玩，我觉得真的不要错过这一家。它冰淇淋我觉得不是甜的那种，它是不腻口的那一种。我还是必须要说，比冰淇淋专卖店还好吃，海盐很赞。我来喝一下它的饮料。乌龙茶，但它配了竹筒喝。香味更佳哎，丰富了它整个乌龙茶的香味，就是它有色跟香，还有味都满足了所有的该有的条件了，很赞。再给它创意度5颗星，冰淇淋也5颗星，真的很棒。今年过年大家如果想要来指南宫拜拜的话，你们可以来车站附近的那个市集这边走走，然后去指南宫前面拜拜，就是或者是去我们今天玩的那个海盗村。海盗村很赞，周离得很近，它其实一条线的，是很顺的，这些都很纳入你的行程。就是你从指南宫出来，然后拜完拜之后去吃个旺仔鸡，然后再去海盗村玩一玩之后，再来设商圈吃东西，对，来吃个这个特色的冰，他还送你可爱的搅拌棒，看，好可爱。刚才还有个小雪人，真的好可爱。对，然后在下面还有一个小山。我们今天你们觉得吃了什么？你们觉得最喜欢的？我觉得都很好吃，对啊，今天没有什么不好吃。我觉得每一间都有代表南投竹山的一个特色，啊、又好吃的美食，不会让你说你来这边吃东西你会很失望的，保有自己的特色，不会你觉得说它好吃，但是我家巷口就有，对对对，不会这样。所以就是我们喜欢这里的东西，我们会喜欢这里的文化，我觉得很棒。好啦，喜欢的朋友们按赞、订阅，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